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我是从昨天晚上10点多一直睡到今天下午4点钟才起床的。我表弟喊我过去炒菜，昨天吃剩一点牛肉嘛，喊我过去炒了啊。我把上次这个花生米啊，这辣椒是上个星期买的，一直没吃啊，上个星期没开火，一直在厂里吃的，所以说把这个都拿回去，今天晚上吃掉。今天晚上上夜班。所以说今天就在家里这么一直睡哦，早饭、中饭都没吃。这个牛肉好烫。牛肉汤，辣辣子。确实是，今天一天没吃饭，没有，没有。要吃什么啊？黄瓜吃嘛？啊，要黄瓜吃。吃饭了，等你吃饭了。刚下班。昨天没上班吧，牛牛？嗯。等牛牛把碰上我做菜呀。嗯。吃完过。嗯。牛今天没看。牛牛要上下班。你好吃啊？当时那个是吃酒呀。过瘾。心里会叫你。都不好吃啊，放这好烫、啊。那我主要，我把什么都吃。你有点麻烦。嗯。啊。那什么？那点交警局上不完，我点你说。再行。你那就上不完。嗯啊。我们点交警局上不完啊。是不是、啊？看到吧，哎，我看到吧。大碗也长。那这两天，这两天吃我们吃吃完了。嗯。你往这一家。这个有哪个？不好。包装、啊。嗯。那包装嘛，主要是就喝。嗯。我过了没这次点。那日常没点。这个菜搞得太辣了，嗯，不过我们吃饭也快，煮饭花了10分钟，吃饭就5分钟解决的。在哪等小青饺子咬了？这个啊，都捡你的，捡你的饺子就要结果了。这刚蛋子或者牛饺子，还有结婚的话，可能都3点左右了，3点左右。饺子等3年了。这刚要牛饺了，他们想我都走了。我想嘛，我都一千万出来，再等到3年，过得回来，3亿多出来，搿这个画画啊，我们还是的。估计刷了。刷了，当朋友啊，交朋友啊。没伤心嘛，伤了后嘛。还可以，拜拜。拜拜，你这等没得啊？太久了，3年可能。人家没喝啊，是吧？快三年吧，就差不多哈。三年到底没些发生，没些事啊。半年接就年纪还是可以，更年轻的嘛，更年轻。我原本以为我表弟能相亲成功了哦，今年过年的话有喜酒喝了，结果那个女孩子让他说暂时的话不考虑结婚，要3年以后才考虑。我表弟不愿意等，回家准备一下啊，准备一下就。嘿嘿嘿，准备哪些？啊。都要那好嘞。那个这个笋是吧？那行了，啊，你收掉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舅啊，我知道。啊，是我舅。啊，回家准备一下，等一下又要去上班去了，从今天开始就开始上夜班了，上一个星期。